有关报道让大家看清，更加的看清，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，不惜大肆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，甘当美国提款机的凯子面目。如果任由民进党当局在卖台、害台、毁台的邪路上一条道走到黑，只会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，给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。